本周李牧师讲到的主题是荣耀丰盛的祝福。创世纪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以下是双翼特会以及门训课程的相关讯息。第一，原定在9月24日举行的全人医治遇见神特会将改期在12月底，以配合今年年底的洗礼日程，在洗礼前举办。第二点，请注意代祷学校扩大为全教会祷告训练会。我们欢迎所有想要学习祷告，渴慕在祷告中更多经历神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时间仍旧是在9月24日星期六举行，上课的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5:30。我们如同亚伯兰，愿意放下旧有的思维与习惯，跨出改变的第一步，参加全教会祷告训练会，让我们一起进入祷告的神圣氛围。天使来到我们当中，带来盼望的好消息。天使星家族将在10月29日起在全台各地巡回演出美丽人生感恩音乐会，在下个主日9月25日的早上10:00将在天桥教会的门口开放售票，欢迎弟兄姐妹们购票观赏。我们以实际的行动踊跃认购门票，来资助身心障碍儿童的家庭，帮助他们继续往前。南都电台 FM89.1 频道，天桥之音福音广播节目，由林宪平牧师主讲的天桥之音单元，在这个礼拜天早上8:00到9:00将主讲领受荣耀丰盛的特质，晚上10:00到11:00真情相遇单元。本周我们邀请杨展生弟兄与我们分享他的信仰见证，我愿一生荣耀主。11:00到12:00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本周播出的曲目是西贝流士的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两首巴洛克时期的法国号协奏曲。特别向弟兄姐妹报告，本周恰逢中秋节连假，本期为杂志配合印刷厂提前截稿送印，会计的资料不及会诊刊登，将在下一期补登。接下来让我们以充满喜乐的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为我们讲道分享。